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黄金面膜的使用方法啊。平时呢，洗完脸在脸上拍点精华水啊，就是你家里边各种水都可以抹。抹完之后的话，就可以敷这个黄金面膜了。这一包是100克装的，一包的话，像我这个10克左右的量，能敷十来回。敷在眼周围，它是可以代替眼膜去用的。经常熬夜的人一定要用这个黄金面膜，又称面膜中的软黄金。敷到脸上之后呢，皮肤是水光透亮。法令纹重、抬头纹重的姐妹都要买它。敷过之后，皮肤很有那种紧绷感啊，可紧实可好了。最关键的，它是补水嫩肤，能够促进吸收。你如果说拍什么粉底、卡粉、浮粉的，都可以敷这个面膜，可以加速吸收。薄敷的话半个小时，厚敷可能时间会久一点。等它完全干透啊，变成这种金色之后呢，继续给大家录啊。然后怕你们那个觉得这个视频太长，每次都加快，这个视频就正常的速度啊，你们可一定要看完，省得收到货时不会用。一会儿干了之后边撒给你们揭膜。我这个敷了得有一个多点了，看了一会儿电视，看过油子了，已经干透头的了。来看一下揭膜之后的皮肤怎么样啊？一点撕拉感都没有，非常的温和。它是一个非常嫩肤的面膜，看见了吗？